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计划。我是老头 Old Man， 好久没有回来我们这个普罗米修斯与神话模组的这个地图世界了哈。那今天来这里呢，不用想，一定也是有备而来嘛。那由于呢，这个怎么讲，该从何说起？普罗米现在的版本也是到 V2 了嘛。那各位应该也知道，普罗米修斯他曾经大改过一次。那如今呢？现在普罗米修斯 V2 也逐渐被砍掉消失了，变成普罗米 V3。那在这个 V3 呢，有多少更动，其实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我唯一知道的是，作者又换人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一直不断的交换来交换去的，实在有点搞不太懂说，到底该如何是好呢？会不会哪一天这个模组又被遗弃了？我也不晓得。好不好？再来就是神话模组呢，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从悄悄的 V3 直接晋升到 V5 了，就是等于说是第五代的神话模组，好像也换人了，好像换跟那个普罗米 V3 是同一个作者。总而言之，好像就是传承给下一代的那种感觉。这两个大模组呢，通通都换作者再开始开，换作者来新的开发了啦，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幸好的是这个恐龙都并没有消失啊。不过呢，神话模组好像东西全部重来一遍了，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。然后呢，刚刚老头看了一下这个新版本的神话模组呢，它里面的道具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动，就只是暂时只是换作者，然后可能还在整顿当中吧。现在里面的这些恐龙曾经全部都召唤过嘛，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没有要介绍这个啊。我们今天要介绍呢，是这一次到 V5 版本的神话模组里面多了三只新的生物，叫做这个什么赵云啊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赵云、张飞跟关云长啊。他这次作者呢，把新的三个生物加进来啊，别名叫做赵云、关羽跟张飞啊。现在开始这个神话模组要走这个三国风格了，会不会到时候连吕布也出现，也说不定。我们来看一下张飞长什么样子好不好？先来看一下张飞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出现直接驯服，哎，这就是张飞，哇，嘿嘿嘿，好好笑哦，哇，这就是张飞啊，哎呀。张飞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？哎、欸，好屌哦！欸、他真的把他做的有张飞的样子。哎、欸，他后面居然背了一只鳄鱼，而且这鳄鱼还会七彩霓虹灯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他的设定拿了一只长矛，好屌哦 ！OK， 骑上去，哇，连我都变大只了。哎呦呀，左剑，横扫千军，哇！右剑。我靠，这范围好大哦 ！C 键是什么 ？C 键是拉屎哦。拉完一坨屎就召唤两只小张飞。X 键有什么 ？X 键没功能。哦，好会跳。哇、哦，攻击速度好快哦。哦，现在还可以唱歌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还蛮强的嘛。哇，这血量这太夸张了。好，负重可以继续点，哎、欸，他这能力可以继续上升呢，哎、欸，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用这只来打败我们的这个？哎，不行，别再笑，想挑战金属巨人了，他只能被界限突破的恐龙伤害，我又忘记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张飞啊，哇塞，这个我们的张飞看起来好屌哦，好，不要跟着我，好，你们继续在这边装逼，哎、欸，你看他前面这个，他这个是围兜兜吗？啊，还是他的三角裤啊？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三角裤外穿呢？哦，有点丑，我觉得。好啦，除了三角裤之外，我觉得其他外观还不错。你看，他的肩膀居然是两个狮尾蝎的龙，那个狮尾蝎的头啊，哦，还蛮屌的哦。不过他后面背这个鳄鱼呢，我觉得应该是装逼用的，没有任何的功能，全部都给你耍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啊、哦，第二个的话，关云长，我们来看一下关羽好了。我觉得应该会长差不多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直接驯服了。你看又是星星，又是金刚，又是猿人，哎、欸，好帅哦！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做的有像到哦。我说真的，这个观音掌做的有像到
我还戴面具呢。欸，可是你面具戴歪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背上还有一只白虎，你的坐骑是吧？哇，后面写 ARK， 哇，好屌哦！哇，关羽长的关刀，欸，他真的很强欸，他居然把这个龙头当成哦，这个真的有味道，这个有感觉。关羽长，攻击一样是差不多啊。哇，天打雷劈术。C 键也是，他是往前劈吗？啊，往前面有一道落雷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落雷。欸，他是四周围都会有落雷这样子啊。欸，这光晕掌好帅哦！我说真的，虽然他也是一样是以这个巨猿做基础啊，但是我觉得他改得很屌。你看那颜色氛围都不一样，不过这只好像比较高的样子，是吗？我看一下，还在那边吃东西有没有？你头盔戴歪啦，关羽、张飞、关羽 ，Oh my god！ 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剩最后一个了，赵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赵云好了。哇，这三只带出去很威风欸，我说真的。啊，看一下赵云，白色的，哦，有感觉。赵云基本上就有点类似像那个《三国无双》里面的那种造型，白色的盔甲。欸，这个赵云也蛮帅的欸。不过怎么感觉他好像有点小只，还是我的错觉？欸，没有啊，其实还蛮大只的。说真的，哇，你看，左右手拿长矛，背上又两把剑。一个盾，你是战神是不是？这也太屌了吧！哇哇，那有高科技哟。可是呢，你的头盔又戴歪了，哪时候才可以正常一点呢？啊，他这个模组可能没有建好，他头歪掉了。哇！唰唰！哇，他那个攻击有那种类似像是那种刀挥过去的那种瞬间，一瞬间的那种类似波动的那种感觉。有没有？右键一样是打地板，跟之前没什么太大的差别。西键，嗯，他的招式怎么跟关羽长一模一样啊？啊，带出去玩，带出去玩，哎，怎么不跟？跟我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冲啊！哇，三打一！哇！直接就驯服了，还有 BGM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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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不是你走开，黑暗大圣降临，好，也不是你走开，哇，是你吗？也不是你啊，走开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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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！すごいね！哇！夸张！这个左键太浮夸了，全屏呢？右键是干嘛？丢石头？绝地？这个左键太夸张了，我说真的。好酷哦，长这样子欸，啊，这个 B 自带 B 剧院这样子，哇，还在吃，不要吃了，让我看你的样子，哇，好帅啊，超酷的，我都不知道普罗那个神话模组有这一只欸，我把它带远一点，走开。不要再吃了，不要再吃了！麦克夹，麦克夹，麦克夹，麦克夹！啊，好吧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别的好了。啊，看一下别的，各种帅气耶！好了 ，BGM 可以不要放了吗？好，可以了，离开 BGM 范围。
好吧，既然有黑暗大圣，我们就来看个光明大圣好不好？一黑一白嘛，比较帅气一点。来，光明大圣，我完全看不清楚他的样子，哇！哇哇！老蛇，哎 ，check it out， 哎，哇哦，太扯了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！我靠，原来神话模组里面改这么多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吧。今天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介绍到这里了、哦、这是我们神话模组里面的恐龙啊，实在太夸张太扯了，浮夸到一个极致啊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今天介绍差不多到这里为止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啊，我们这个刘关张啊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坏笑帮刘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神话模组或是普罗米修斯模组介绍再见了，拜拜。